的行为的学习模仿和实践对于这个幼年个体非常的重要，他要跟成年个体去学习。那对于中间亚成年个体陪伴和玩耍的，就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。对于金丝猴的这整个物种来说呢，在他的行为得到满足、得到学习、得到实践之后呢，他可能对这个物种来说，他是可能又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，怎样去交配、怎样去繁殖、怎样去带娃，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良性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做一个大群的一个好处。